饺子吃饺子，东北菜，我经常吃饺子。我们这边喜欢吃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吃粉果。粉果是什么？米粉。海鲜汤粉啊，还有肠粉。还有这，在广东他们基本上都吃肠粉啊。越南不吃，还有汤粉的话，我吃点儿吃点儿去。おいしいです。It's really weird. I just caught you talking Chinese there. Just a bit off. 它这个肠粉，别人家只卖了七八块，它有的贵一个卖50块。虾呀什么的。可以吃的，有机会。中午也可以吃，早上可以吃，晚上可以吃。它24小时开业，有一家店在哪里呢？在那个林园，就我以前住那地方，水源在里面，那有三家。